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全境封锁。小心小彩来了，没有地方可以躲。这边没关系，没关系，这边都是防弹。哦，对方也会有地雷哦，所以要小心。压迫机怎么这么好？太紧张，我自己在打我吧，吃我了，压。啊！这次总有了吧？可恶，丢了那么多发都没中。你把你在猛冲打完，你会死的哦！还没讲完就死。我没那个补血包了，卸的忘掉啊！别说是补血包了，我没。对方好像有狙击手。狙击手在哪里啊？上面。他有了。就在我头上了，已经。哎，他把我那个机枪害入我去了。两次就蛮粘在一起，哎，我没有办法丢他们。难怪为什么我会着火，那个原来是被骇客。主要就先打那个散弹了。等一下，我要我到我到，我说你可以打的时候就先打散弹。我连帮我消消那个。我跟你站在一起的缺点就是你也会被起火。哇塞！我是被狙击，我觉得这边我们在下面分散太危险了。只要他们还能打掉，不然冲上来我们会狙击。他不会冲上来，会。他会冲上来吗？真的会冲上来。怎么网络快死了？终于了没？啊，我的网！你呀，可以打我啊！狙击手还有两只。还有那个散弹兵，行啊，左边还有地方可以躲。我被打死了呀！啊，糟糕，这样行吗？这行吧，真的15秒，不可以复活了。你要去哪里呀、啊？然后你干嘛？你要去哪？当、欸，不要走，不要走。左边还有一个一样的。你两个星巴在楼下，我要去楼下。然后你去左边那个，我们待这个，分开一下。然后狙击手，记得要打掉。哦，又打了，糟糕，连弹到。痛啊！哦！搞什么？狙击手让我来打吧，你先躲。哦，好。哎，怎么又死了？哎，他怎么打得到我？我在旁边。哎，还是把他调回来好了。小旭救我们，在后面。等一下。哦、你要你救我？等一下，他过来这边。好，这边给我
扯了吧，辛巴岛，救我一下！你在哪？我有年代嘞！哎呦，太痛了吧！太痛，太夸张了！啊，散弹打的！没有办法打！哎！我就被他闪到一枪就倒了。哇、哦，这里根本就不好，你这边打，这个好，这个好。我都要吓死我了。打。我的天哪！我们不知道。我的天哪！我的天哪！刚刚拿到什么高分子？哎，这好像很好。话说，这要怎么下去啊？哦，我看到楼梯啊。最好了。HQ. It's a damn shame about Bliss. Last eyes we had on his bird, he was going half-ass and full blast heading due south. Probably. Arthur. Sir. Well, I'll be goddamn. We got a hostile bird over the courtyard. Get to cover now. 打直升机喽。有人吸引直升机，然后有人去按那个机枪台，机枪台在攻击的时候，大家就狂输出，大概这样。要写那么多，可以吗？那我要找直升机啊。直接带一个火箭炮射还比较快一点。那把直升机交给你吸引了。你在这边，我就没地方躲了。你知道有点这 PVP 吗？你可以对他盲射，反正块头那么大，不怕打。开了一个机枪台，我再去开第二个。还有机枪台哦，我继续另外一个点好了。我们可以开机枪台吸引他，可是这么厉害啊！只要有人帮我吸他的火力，让我有时间找。是啊、哦，这都地下有这种东西。有。哎呀，机枪台在打的时候，大家可以猛打他，因为他会优先打机枪台。那不是说一直随时开，随时不按，随时开这样吗？没有，这样还只有几个，你被打爆就没了。快打，快打！啊，又一个机枪还被摧毁了。哎、我这边呢？这已经快没了。很废啊！为什么比我还，比我自己玩还废啊？因为我们四个人啊。是哦，炸弹来了！他是用炸弹模式，要小心哦。Heads up, you've got ground troops incoming. LMB reinforcements. 炸弹，他怎么这么早进去啊？我被轰到了。Warning, hostiles inbound on your position. 小心会有一些敌人来，然后最讨厌就是地上的敌人。第三台开始。最近很快。哦，糟糕！哦 ，shit！ 我失误了，被打中了。他打我了。你有办法回来吗？我没有办法回去，可能要有人跑过来。我爬到那边之前，我就会死了。哇，谁打我在那里？哇塞，离太远了吧！好，我再去开下一个。把血补满。
被打了吗？打我！别打我！我觉得人机跑过来抓我了。哎呀！带走他！怎么那么多人呢、啊？怎么都没有人吃地上的人？我可是很忙的。不要不能吸用啊！拜托。啊！我死掉了呀！不要对，你抢劫。Agent on your team is down. Requires assistance. 天啊，你牵制大门，我去救。他妈，我又爬，又往右爬。算了算了，哦，我吞毒了。这边我来救手。我要掩护你。就开始。我的伤害，终于打死一只。哇，这张牌去拆战报了。啊、哦，好痛哦！前面是闪兵，他们一直接近我。你看怎样？先丢他地雷。核弹夹一只，快快，没有中，快快快！该躲啊！有办法救得到吗？有。最后还要趴一下地板才甘心。哎，为什么就只有你三级呀？为什么？哈哈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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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看我们再去打每日任务吧，拿一些金钻来打猎。我们快去打猎者，不是猎者，我们快去捡最后的那个资讯了。这是装备分数不足，不可以打猎者。不开打猎者，猎者要开本尊才能打。猎者要多少？140。哎，这零是困难，160是挑战。我现在还没有赢过挑战。这装是在哪里拿的、啊？一定要金装挑战。你那装哪？装地上啊。哪里啊？就这边的地上啊。哪里的地上、啊？我们这边啊。这太远了，你看。哦，都是直装。不是说那个装啦、啊，我说那个箱。箱子我不知道，我本钻也没拿到。房间，牛山鸡，难受。最后那个捡完应该有了。那栋房子在哪？应该是这个吧。
监视摄影机。Agent, we need you to find the security cameras over at the High Line and get them back online again. I've been using those for some upcoming auditions, and I mean, obviously we have other uses, but. 啊，不是。不管我现在，我先试着离开这里去看看，他应该会通知我，叫我去点一个东西啊。嗯，我就这样出来了。最后这个在哪里？哎呀，我好啊。我等一下回去邮局。那我印象中不需要啊。我印象中不需要，他会直接广播啊。没有看到邮局变好火。嗯嗯。Look what the cat dragged in。真的没有最后那个哎、欸。你说什么未知的群号什么的？对啊，别来打我！他不会因为 DLC 开放，然后那个就没了吧？不可能吧？这也太吓了吧！好吧，没了。这个只是一个 DLC 的这个前置而已。很好，那。我切蛋哈，哎，切角色。最后这个怎么能不放呢？要离开了。啊，没有删。嗯。该不会你要提早结束去玩 GTA 吧？没有啊，我等一下要去开一下 Tabletop Racing。什么叫 Tanko Big Action？ 你妈没关系，它是一个小车车。对，这个月的免费游戏。你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从来都不。我从来都玩赛车的游戏的，除了那个跑跑卡丁车以外，最后还不用大仗，哎，反正就只好换大仗，看最后的那个资讯啊。总不能让大家没有资讯可以看吧？那其实它上面有一个那个，它有叫我们去哪里？我都没有，我刚刚完全没有任务标志。为什么我有？啊！啊，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看那个最后的讯号。What you're looking at is the smallpox virus, one of the deadliest pathogens on the planet. For centuries, it did a wonderful job of helping keep the human population in check. But times change, and sometimes Mother Nature needs a hand in improving her creations. Like, say, speeding them up a little bit, making them contagious when they should be quietly incubating in a host, or...making them more lethal. I didn't come up with the approach on my own. My friend Vitaly is one of the pioneers in the field, and the idea has been around for years. Genome as data. You see, once we digitized DNA, we made it infinitely mutable.
we could do 1,000 virtual variations in the time it used to take to grow a one lab grade generation of pathogens. And we could pick the best, most lethal combinations and make them real. That's how you make a killer virus, you see. Mix in genetic code from other diseases, and you move the sliders all the way up on lethality and virulence. The goal was a 90% mortality rate. I'm not sure my green poison is going to quite hit that, but honestly, that's just details. As long as most of humanity goes, the Earth stands a fighting chance. Technically, technology is what's killing the planet. But that's not really the case. It's the greed that drives the technology. But a funny thing happened on the way to $100 genome maps and 3D printed plastic toys. Someone figured out those technologies could be repurposed, modified for the greater good. Me. Now, my virus is going to do what nature's always done. Decide who lives and who dies. And if nature decides I die, then I die. If nothing else, I'll have a lot of company. Natural selection at its finest, helped along by a little unnatural genetic manipulation. It's all data, really. Life's just a method of processing it. The same way I processed the smallpox genome on my laptop. And who's to say that wasn't the plan all along? If, by some miracle, you survive green poison, then nature's decided you deserve to live. The rest of us shouldn't and won't. Godspeed. I'll see you in hell. 这个人是以为他自己是谁？哇，最后就这样子哦。好吧，嗯，那我们全境的剧情实况就到这边结束。然后，其实我原本打了一大篇的抱怨文，想要在结束的时候抱怨，现在想说算了，本来都打完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抱怨，就是这里面的狙击枪。原始射程居然只有60公尺，加配件也只有72公尺，这是哪门子狙击枪？我有去找一下资料啊。我最爱的 M4 是它原本应该是莫西纳甘苏联制的，关键的射程有效射程有548.64米，600码。最大射程有1828.8米，2000码，但是全径给我60公尺跟72公尺。好，就这样，那我们全径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喜欢，分享出去，订阅我们的频道，获得最新影片的资讯。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